大概说个事儿啊，待会儿我们有客人要来。哦哦，待会儿他们都会到前台办入住啊，你们到时候欢迎一下他们吧啊。男生女生啊？男生。男生让他自己住好了。一个男孩子，这些女孩我们去帮忙吗？男生弄点特别的欢迎仪式。对对对，对对对。这个好，这太好了。双枪好像不趁手啊。哇塞！哎，让你们去迎接别人。哦，对对对，怎么自己给干起来了呢？我不知道。哎，咱们来弄一个，就叫什么呢？就是让嘉宾难忘的一天。对，把他们忘死了整。对，可以。这一期叫做欢迎来到武汉。把我们的怨气全部，把我们的怨气全部拉到自己上，整他，整他，让他们先泼一顿水，对吧？那个水会比较突然，哇！然后带到那个泳池边，哇，踹到泳池里。就一个嘉宾是吧？仨，两个对一个没问题，弄他们，弄他。这是水枪姿，枪可以是这样。破完之后，大哥带着三个人走到这里来，就在这里埋伏，能把他们吓死在这儿。好，这里比较窄嘛，我们就在这门的这两边。哎，老曾，我跟你讲，哎，那种吓人的特别脆，你知道吗？属于是什么？你看，你比如说在这儿，对吧？你看我在这儿，啊，你这边说我在，啊呀，我直接跑，他们肯定说精神病啊。你马上从这儿再来一个。他如果在这儿看，他们肯定扭头就一枪嘛，扭头枪。好，那哇又跑了 ，OK。你要直接跑，外面的话，你让小鹿还或者王冕跟着你，一人一盆嘛。对呀，因为你一个人这样横着泼有点难。有点难，就是那三个人，你们说三百滴，杨哥欢迎来到老挝，你别泼，你让他们三个人泼，就没有什么交流，你就看他手一扬，你们俩同时，但你们三个人绝对不能笑啊，不笑，你们绝对是，这就是老挝，当地的风俗，当地的一个风俗，因为泼水就是代表。爱你，对，水越多就越爱。关键咱也不知道嘉宾是谁啊，别来个大前辈，我光那个。刚才我问了，我老舅，我说待会来了个老同志，怎么他？那又怎么样？难道不知道自己来的是武汉吗？心里没点数？还有，咱们还要想一个事情，嗯，我们要怎么圆这件事情？还能圆吗？就最后推到水里，还能圆？为什么？就是为什么？就因为你啊，因为我，证据都在这儿，还怎么圆？就他。我再提个醒，你们这样拿着就感觉很像。嗯，这种端嘛，就他那个容器得特别正式。这够用，对，这够用，这够，这好，这太好，太好了，太尊贵，太像了，太像那么回事了。还有吗？来，老舅，你拿这个来。哇，这好哎！老舅，这可以。老舅拿这个，范老师说，你们要想洗手嘛，先鞠一个躬，他一鞠，哇、啊！这太凶了，就这个感觉。嗯，那个枪准备好了，枪里再枪，再灌点水。得帮我们调整好了，灌点水，这个都换成水。他们在里面布置战术，啊，好像让我们推下水什么的，啊，我们也得有战术呀。我没有什么战术啊，不是拿水枪刺他们。对。哦，哎，得把这气加足。可以。好，可以。OK。我们可以从后门走吧。我们从后面偷他们的家。OK。他们应该没人。怎么样，哥？我们气已经加得很足了。以不变应万变嘛。对，我们一块再想想，老邓还有什么呢？再无厘头一点，给大哥这个时候，我们俩不换他们水吗？ Uh-huh. 找一个人给大哥递一盆水，你自己。你看，我们就是这样的快乐。你想的真好哎，想的真好。哎，我们俩把枪，我们俩把枪在背后，在他身后，哈，交织着，是吧？对，他在哇，而且你还得边说你那几个啊，萨布流龙，就是，哎，就属于什么？你过来，对，啊，给你喷水，很帅了，可以，大哥，
你要自己不想教，我们帮你教也可以，你就自己这样。来个刀叉。刀叉？啊？哎，怎么还有冷兵器啊？就这个砂锅。砂锅？还有砂锅？不是要炖我们吗？砂拿砂锅泼水啊？这是多大一桶？哎，啊，他们手上绝对没有我们的武器。哎，我也觉得没有，不然他们不会找，不然他们不会找这些东西嘛。对，他们手上没有我们这样的武器，所以说我们玩距离战，我们离他们远点。我们玩远距离的，拿捏他们。走走走走走，偷他们的家。走，这有点大呀，这个地方。走走走，你们得赶紧去熟悉位置，赶紧出，赶紧出。三百里，你这也太猛了。没事。那个门贼牛，这门是好吗？不对，那不是他们三个嘉宾吗？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人了，看到了。不会吧？怎么会这样？嗨，我们被人算计了，他们想反偷袭我们。呀，超哥怎么着呢？呀，怎么会这样？对呀，怎么是这样的？哎呀，哎，我跟你们说，上面有四个人想要暗算你们，我们现在反弄他们一组，好不好？来。哎，确定吗，哥？确定，必须。等一下，我们把第一时间把手枪丢了，这什么代表着诚意？我刚刚就说了嘛，我说这家爷来，然后呢，他们三几个人出的，范大哥出那种主意，我心里是不高兴的。嘉哥，我先认个错，是他，啊，不是我。我听到他的声音了。哎，但是就算是我，有几个什么锅碗瓢盆冰块那些，对啊，是谁说的？但是是这样的，就算是听我讲，对，就算是我，时机很重要。我们把伤害减到最低，先干掉那四个人，好不好？是不是来有点早？先干掉那四个人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你们怎么过来的？对，还是早就在这儿了。没有，我们是从后门过来的。那边啊，对，后门啊。他们要迎接你们，啊，肯定在前面。前门哦，好，来，没问题，好好好，走走走，不走，来走，走走走，好家伙，来一个个隐藏啊，我告诉你们该怎么办，来，你们就在这儿就好了，走，走，来，你到这儿，你到这儿，我到这儿，一边两个，一边两个，但你们要去一个最上面，把他们叫下来，是吗？那你们得牺牲一个，对，我们牺牲我吧，啊，这样吧，你们三个都出去，但是他们所有做的动作，我现在全告诉你们，也可以啊，别。就反着来，范大哥，反着来。实际上，他们第一个动作会是这样的，会把你们站成两排。比如说，你看，这大哥在这儿哈，你们是这样，你们跟我们要面对面的。嗯嗯嗯。然后我是，他们会拿盆哈，你们一定要把它拿过来。嗯。就直接拿过来之后，你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反破回去，要不然你就会破你们脸上。然后我们会在这儿继续等他们俩。行，滋他们。那我们枪留下吗，哥？可以，枪放在自然点的地方，不要，对对。你放着我来弄，啊！现在可以下手，他们放枪了。啊，知道。就这个梨，哎，咱们刚学那个梨，对吗？啊，三百里。对，就是三百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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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百里。你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反破回去，要你们一起说三百里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要等会儿，你要往后退不就往里跳呗？一二三，三百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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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百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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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！现在谁获胜了？没看见画面啊？看上去是好像是按照正常的，对，好像泼到了。拿武器，武器，我们要拿武器。不，哎，哥几个，对吧？我不是，我没反应过来，他们是那么快。他这个是个风俗习惯，你们拿武器那就完了。那我们待会儿在这里的时候用水枪是滋谁呢？对呀、啊，管他呢，下来了，看谁湿泼谁，泼到了吗？他们从进来就知道有事儿，你快快快快，泼到了，泼到了！艾弗金，你的刘海是变这样了，变成一个了，他变成功了。那我们打谁？那我们打谁啊？我们滋谁啊？不知道啊。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吃谁啊？不知道。就这是就是礼仪是吗？它是个礼仪，喝的越多，就欢迎程度。他这个水，我跟你到四月份了还倒霉。哦，那直接穿着泳裤来了。啊，没事啊，你还拿着还拿着个武器干什么？没事啊。第一下就给我们吓到了呀！来来来，我感觉等一下，我感觉这里，来来来，没事。杀！哎。杀！吓我一跳！杀！杀！老师，这也是礼仪吗？神经病，你敢吃我一眼，你敢？来来来来，这里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，本身就是以水那个。就到他背后吗？到谁背后？碰到他。一二三，你看。上，上，上啊上。美的你，他们怎么在自相残杀？这个礼仪就是随时要自己也要体验一下，是吧？所以说，我叫你们不要害怕。昨天我已经跟你说，就不是这样，我是穿着短裤来的。连主人也要再次体验一下，是吧？是同样是这样子，你看，享受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先把鞋子什么都脱了。大哥，你欢迎仪式还没结束呢。走了，走了，上。哎，这怎么碰到我呢？啥意思呀？难道是反？我太快了。正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这是为什么？我们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俩是昨天就是这样，后改的还是喷错了？我们吃谁啊？回对吧？不对，回了刚才就显得我们很狗。范大哥，指望范大哥弄他。喷错了，滴血，他走太前了。对，你喷我们干嘛？他俩吃水，咱们要去泼范大哥吗？把范大哥，咱最后就泼赫哥他俩。他俩搁那儿，还搁那儿，对，他俩不搁那儿吗？切！他俩就搁那美，这要命了我！你们内部这两天出啥问题了？说实话，我们都全乱了。哦，全乱了，我们也乱了。你俩瞎吃呢怎么？没瞎吃。哎呀，你们看片子就知道了，我们也很匆忙，反应不过来。是有些无间道的环节是吗？这真是我碰到这个。队里面有个二五仔，我怎么麻烦？二五仔，老六，这大哥台词露馅了啊！大哥说：“大哥说别怕，别怕，没有事，没有事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谁会不怕呀？”我有说过别怕，谁能不怕呀？我有说过别怕，有说过一句，怎么会有人开始就说不要怕？不，我怎么感觉都是你们俩在弄事儿呢？难怪你把我一个人支上去，留你一个人，最后一个人再留在下面，对不对？你俩战术乱了是吗？下来就对着我吃、啊，就是你呀、啊，就是你呀、啊！原来是你呀、啊，邓超，是你呀、啊，啊，就是，还要不要用泳池里？这个同地方，要不待会儿往那边点吧，你转头就干他。好，我们到泳池那边讲规则吧，啊！啊，走，去讲吧，讲吧。我们本质上还是一个很轻松的节目啊。下午我们要去逛市场啊，逛市场主要就是大家自己去市场里消费啊，而且本次消费全部由我们买单。谁买单？节目组。OK。
其实有很多咖啡馆啊。同归于尽的，都懂吧？同归于尽的，都懂吧？你也下去吧，你也下去吧，阿五仔。阿五仔，我就知道有别来了，朋友们，抓！掌声啦！同归于尽吧。我们先享受一下泳池，然后我们待会儿就是回房间换套衣服啊啥的，就去逛市场了啊。没有衣服，嘉哥没了，等我衣服晒干再穿。那咱俩一口气跟谁远？哎呦！哎呦！这是啥？现在是重量级。哇！哎呦！你可以啊！哇哟！我有点快。陈赫也不会自由泳。哇塞！哇！老挝的五十哦，哇！哦、oh, ，What？ 哇哦，哇哦，好可爱！我要粉色。弟弟，你想开还是想坐？我想开。你想开，那你开。来来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你来，你来。到喽！呜呼，呜呼，呜呼。还挺舒服的，是，吹着小风，哎，感觉挺好啊。嗯，中间还夹了一堆放学的，对，放学的小朋友。拜拜哩，三拜哩。开心。对。加速！哇，其实街边还是挺舒服的。Hello， $5, $5, one round， $5, one round。我到了好大一个寺庙，这个都是金顶的，真的还是要出来，啊对，是吧？是，你看这多舒服，呜呼，这是学校，哎呦，还有比赛，哇，呜，咱们在运动会哎，哇，呜 ，happy 吗 ？happy happy happy， 我范老师好酷，一个人 solo 一辆，他很狂野。哦，呜呼！喂 ，stop！ 哇塞，三百里，这里进去啊，可以，走吧。哎呦喂，走吧。嘿，来来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还挺舒服。我们刚开摩托车第一次感受到。稍微感受到一点点旅游的，刚出门在外啊，喜悦真的是。刚才我差一点点流泪了，我俩真的是，忽然间就开始在空中喊了，啊，拿着手摸风，拿着手摸风啊。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里是琅勃拉邦最精华的路段，有很多好吃的，包括购物的。是游客必来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我说作为一个旅游节目，我们是个旅游节目，我们是旅游节目，信你，信你个鬼！你不说，我以为这是一个体育节目。但是今天我们可以保证的是，大家说他会出去逛玩，所有的东西都我们来买单。真话吗？真的？真的真的真的。但是要付出的，要付出，别太单纯。就比如说做阿五仔啊。大家点饮料了吗？点呀，我们点点特色呗。三百里，三百里 ，order yes， special coffee for long， 那就是美式了。你们谁几个喝美式的？对，美式 ，five Americano， hot chocolate。那我喝拿铁吧。
Americano， 来来哥，阿巴 Americano， 加个茶。哇，我这个苦的一下瞌睡都没了。来点糖，不要，太爽了。感觉怎么样？你看这些哥哥们在一块儿，从早上来，像春游的感觉。那就好。我感觉这些话痨子珊都插不进话。没来了来了，想表达啥就表达。好。背负太多了，看就老舅。哦，什么？坐。还要谈判啊？是这样的。这种滋味不好受，所有人的人心都散了，谁也不信任彼此。OK， 好，这又是搞抹资，咋了舅子？很严峻吗？稍微透露一点啊，出去了已经。啊，有二五仔，为什么我是二五仔？大哥，为什么我是二五仔？不要这样，啊！我爱你，你废了。天哪，他现在一切的行为都有些奇怪。废了，现在有点故意啊，知道吗？废了，走了，我记住你们所有人了。怎么出去就疯了呢？对啊，范老师，我可以带着咖啡吗？可以啊。这么多年的综艺经验，你觉得大概是？我认为游戏已经开始了。真假的？不是，接下来是干什么呢？就是以我的经验，这一切都已经开始了，董宝石已经开始行动了。